学及李董事长，还有 HTC 北亚区总经理董俊良 Jack。同时呢，我们要非常欢迎我们中华电信行动通信分公司总经理林国峰林总经理，神脑国际董事长刘范和，以及我们神脑国际总裁林宝庸，以及我们正大通讯的廖庆章总经理。